啦。同时，为了回馈观众死忠支持，两位好妈吉彩杰以及怡蓉特地亲自公布了 Money or Honey 爱的大抉择简讯活动的得奖名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彩杰。显而易见的，我是陈怡蓉。谢谢大家支持《向前走，向爱走》的简讯活动。那我们现在要来恭喜高雄的陈韵竹同学，你获得了 iPad 2一台。那现在我们要来亲自为你签名喽。好的，再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签签就好了。听说陈韵竹同学现在是八年级的同学，参加机测很辛苦吧？加油！谢谢你那个每个礼拜天都支持向前走向爱走，所以希望你很用功的在看我们的剧的同时呢，也可以非常的努力用功念书，然后希望你未来的那个机测可以非常的顺利，加油，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一片平坦，因为看了向前走向爱走。完全娱乐 Money Honey 都想要独家报道。